最近几年随着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，特别是超写式数字孪生技术的突飞猛进，我们的数字人建模技术的精度达到了0.01毫米，在技术上实现了接近真人效果的数字人重建，人脸细节毛孔清晰可见，这是以前的复原工作无法做到的。我们的新锥数字人呢，将在很多的场景进行应用，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讲解导览以及后续的教育课程的研发当中，带领大家可以参观我们的陈列，然后给大家讲解西汉时候的风土人情以及相关的这个历史故事。此后呢，我们还会在一些产业当中进行运用，比如说我们的游戏、电影等等这一些，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西汉文化。